我雷克的塔克者，迷你马拉尼可能要59万，普通小怪都反应不过来。你好，林老师呢？马拉尼技能介绍看似非常复杂，实际上非常简单。开启战技后，进入采花板的状态，撞到怪物就叠一层被动，最多三层。叠满后点击普攻就能咬一口，每轮可以咬三口，和叶兰的战技有一点像。所以输出手法就是队友上完 buff 后，马拉尼开启战技咬三口，最后大招收尾，配合新圣遗物给的四十暴击，输出非常惊人。在深渊里实战测试一下伤害，不服开大增伤，万叶扩散减抗，小云开大挂火，最后马拉尼出场一口82万，第二口72万，第三口56万，最后一个大招52万。我的天哪，光马拉尼一个人就打了250多万的伤害，而且出伤非常快。换一个低配的队伍，福福换成坎蒂斯，坎蒂斯能增加普攻伤害以及双水共鸣。马拉尼也换成四星武器，向林丢过八卦火，坎蒂斯触发教官并开大增伤，万叶减抗，小林开大挂火，看看这一口多少伤害。我那个老妈呀，这个配置都能一口70多万。开启第二轮循环，也是轻松带走。最后就是配对推荐了，大家应该都发现了，刚刚的配对没有任何生存位，所以对于大部分玩家，我更推荐带钟离，而追求输出上限的玩家就可以带万叶。好啦，期待28号马拉尼上线，祝大家10连双击。